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YGB406 型织物电阻率测试仪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T12703.4 纺织品静电性能的评定第四部分电阻率。点对点电阻测试。该实验环境条件为温度20摄氏度，相对湿度35%，环境风速应在0.1米/秒以下。取样，试样尺寸约为100×400毫米，根据标准进行预处理。装样，将试样测试面朝上，平整地安装在绝缘板上，放置导电橡胶、电极、固定板，调整至合适的位置，连接电路，打开仪器电源开关，放电较零，通过较零旋钮使读数为零。充电，选择合适的测试电压，选择合适的量程档，打开保持开关，保持1分钟。1分钟后，记录实验结果。量程档归位，放电较零。较零结束后，关闭保持开关，关闭电源，拆除电路。这就是我们大容纺仪的406点对点电阻实验。